其书画其社蹴鞠，云文云武学习无间，生活是一目两天，做中学学中卷，沙子虽小一沙一个世界，粒子虽小希望却是无限，两人发挥双效复会，大爱闪过满人间，让人关心的方法。想参加接力比赛好久了，我就选他啊。四棒里面除了我们三个，当然是先选阿喜。阿喜跑得那么快，因为你们一直在争执，他才不愿意的。那也应该找摩羯啊。他好像不太想跑。胖胖一直很热情的想要加入。那我跑，我好想跑，我一定会跑得很快的。就像飞马腿一样，他也没有参加过外面的比赛，我想没关系啊，让他跑跑看嘛。我本来以为你可以追回来的，我尽力了，跑最后一棒，丢脸死了，从来没有落后过那么多。你输的是有点惨啊，很惨。我一直在努力的反对，你们都不听。对不起了，反正下次胖胖要加入，我是绝对不会同意的。哼！小栗子再见，阿福再见，明天见。比赛的时候我跑得太慢，是不是让你们很不高兴啊？是不是很不高兴嘛？我只有一点点不高兴，阿福非常不高兴。我知道，他刚刚都不理我了。那是因为他跑最后一棒。虽然慢的是你，可是输在他身上，他又是最在乎比赛输赢的。我其实可以跑更快的，只是那天好紧张，一紧张就不能呼吸了。现在说这些也没用了吧？场上的表现还是最重要的。我都没有上场的经验嘛，其实输了我更难过，所以我决定了。决定什么？我决定要展开特训，随时保持最好的状态，因为我不想在关键的时候拖累大家，就算是我最不擅长的跑步。反正下次胖胖要加入，我是绝对不会同意的。就从现在开始，我要严格地要求自己，不要成为累赘。胖胖，你干嘛跑那么快啊？我要进步，我要变强。好像站不起来了。哪里痛啊？这里吗？不是。这里吗？那么痛啊？对呀。我去叫华大夫来好了。这样会痛吗？那这样呢？会痛吗？好像不管怎么样都很痛的样子，应该是扭到了，脚踝扭伤。那该怎么办？扭伤脚踝很常见，但是也很麻烦。是以后会行动不便吗？是短暂的，一到两个星期会行动不便。要先冰敷，然后要休息，脚踝不要失重，躺着的时候尽量把脚抬高，耐心等它复原。好吧。
小栗子啊，我们一起把胖胖扶回家吧。哦，来吧，一人一边。慢慢来啊。我觉得我比较矮，所以我这边比较重。还可以吧？可以。哎呦喂，终于回到家了。累死我了，去倒水给我哥，你自己去。汤包也来了。爷爷好。你们好像很累的样子啊。今天我们负责护送胖胖回家，结果拐杖断掉，我们就当他的拐杖。胖胖还没好啊，已经好几天喽。胖胖扭到脚，大家都扶他扶得很辛苦。华大夫说要一阵子才会好。小栗子，你帮我按摩一下肩膀好不好？我也很累。哎，我来帮你们按好了。爷爷按，这样不好吧？哎，没关系，我很厉害的。一次我可以按两个人哦。哎，你们先并排坐好。哎呀，好久没有运动一下了。哎，要来了。好舒服，好享受。来，宝宝，来，小心点啊。最近大家辛苦了点，可不是一点啊！感觉大家轮流帮胖胖，人手都不够用了。啊，我的书包忘记拿了。你说什么？我的书包放在家里，忘记带了，可不可以帮我回去拿？哎，你今天就先借别人的东西用吧，跑一趟那么远。可是今天要交好多作业，还有练习不要写，还有……胖胖，你怎么那么麻烦？还有午餐，我去拿好了。我跟你一起去。你可以帮我顺便拿一下我娘给我的点心吗？那个我也忘记带了。好。谢谢。大爷，可不可以请你扶我去一趟洗手间呢？我想尿尿。胖胖，刚刚经过洗手间的时候，还问你要不要去，哎，你跟我说不要的。刚刚真的不想，我没力气了。哎呦喂呀！好好，我扶你去。谢谢。我觉得胖胖自从脚扭伤之后，越来越依赖别人了。别这样说嘛，他也是不得已的，他的状况需要别人帮忙。可是我常常觉得他故意要我们帮他拿东西，或买他想吃的小点心。我也有这种感觉。他以前哪里会忘记带书包上学？这真的是太夸张了。你们在讨论什么那么热烈呀？方丈，我们真的很无奈，觉得胖胖因为脚扭伤，人也渐渐坏掉了。哦，人坏掉？他因为脚伤，好像越来越依赖别人。就因为胖胖的脚扭伤，大家每天都要腰酸背痛的，平常都看他坐着不动，脚踝扭伤了，突然想去很多地方，没想到胖胖的小小脚踝就可以拖垮大家。别这么说，胖胖听到会很难过的。我只觉得我最近都全身酸痛，超不舒服的。真的有这样的情况吗？好像有一点。你们是在说我吗？我好像听到我的名字。胖胖，你是不是利用脚伤叫大家做了很多额外的事情啊？方丈，您就这样讲出来了。既然都已经在讨论了，现在就说清楚也好。
他们真的很好，一直都在帮助我。那你知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呢？我本来就是个累赘嘛。不用这样说。和别的学堂的接力比赛都因为我而输了，我觉得好像大家都不喜欢我了。不会啊，只是暂时有点生气而已。我想让大家知道我不是故意输的，希望他们更喜欢我。就特训跑步，没想到却扭到脚了。我以为大家会更嫌弃我的，但是大家反而更关心我，照顾我，让我一直很享受那样子的感觉，所以就一直找很多事情让大家做，享受那样的温暖。这方法好像不太对啊。后来我也觉得越来越不对，只是我好喜欢被人服务的感觉，好幸福啊。好吧，知错就改吧，这样别人会很辛苦的。哦，为了补偿大家，我好了以后会负责帮大家服务。服务倒不用了，你好了之后我教你跑步好了。真的吗？嗯，用正确的方法练习是不会扭伤的。我之前不该一直嫌弃你，那样不好，对不起胖胖。是我觉得很抱歉啦。好了，事情既然都解决了，大家就别再拖时间了，开始上课吧。是。